大家好，我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李世荣，我在这里推荐新界东南团队给大家。西贡及坑口选区的市民，即是住在西贡市中心、白沙湾、西贡离岛、坑口东、坑口西、康景、翠林、环保北及环保南的市民，我向你诚意推荐优好轮。好轮是我地区的拍档，一直服务地区，不遗余力。请支持优好轮，为社区助言起行，好轮一定帮到你。将军澳南选区，我诚意向你推荐施彬彬。施彬彬曾经是我区议员的助理，有丰富社区服务的经验，而且年轻有为，住在彩建、建明、都善、维景、海骏、宝仪、富君、澳堂、尚德及港明的选民，恳请你和家人投票支持施彬彬，一同建设美好将军澳。将军澳北选区包括宝林、恩英、惠恩、宏亨、景林、厚德、富南、德明、南安和君宝。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君启明。身为80后的启明，15年曾经成功当选景林区民选的议员，一直在议会上改善地区民生，熟悉了解政府的运作。1210一定要支持温启明，承先启后，启明帮到你。成就好社区，选议员要选民建联。12月10日，全家总动员支持民建联。